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，我准备了很多资料，还有很多附件都是英文的，你们自己回去好好看啊。但是呢，我想尽量留下一点时间跟各位这个做头脑激荡。OK， 好，为什么定这个题目？明天过后啊，是有个电影叫《明天过后》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我说，哎，这个名字不错，因为现在我们碰到台湾很多的问题，啊，包括这个国际上的问题，包括疫情的问题，啊，包括我们在跟国与国之间，啊，就外交上的这个问题，包括海峡两岸的问题，是吧？但是呢，我想总有个明天，啊，我们现在大家头脑激荡，啊，我希望的就是说，我提供一些题目。而且希望你们能够事后，自己也做一些思考，啊，那我这里也带了我一些同仁啊，我讲到宇智顾问公司啊，让同仁是不是站起来招个手 ？OK， 哎、okay. 嗯，好，还有时代基金会，听过时代基金会的请举手。OK， 副执行长啊。简副执行长，所以等一下你们可以跟他们交流一下，啊，如果有必要做未来的这个接触，好。那其他我就不多说了啊。那我的同仁就是帮忙我的这个做这个研究啊，做今天的这个大纲啊。好，我们去看下面一个，剩下我自己按是吧？哦，这个啊，教我一下啊。下一页啊，好，那我这里很快的啊，跟大家分析一下我四个主题。第一个就是百年来的变局，因为我们要晓得未来一百年的变局，我们必须要也要知道一下过去一百年做了什么变局啊，整个这个事件，嗯，然后。再来就是讲台湾发展经验的价值，啊，再来就是说怎么共创台湾未来在世界舞台的角色，再来就是啊有点感触啊，台湾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我把它连起来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浅见啊。百年的变局，看1919年啊，北京大学师生高唱爱国进步。民主科学，啊，但是呢，里面有个隐藏的一个重要的题目在后面，怎么样打破这个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 ？OK， 我想这个都很清楚啊，我不必多讲。OK， 然后呢，他比如发扬血统精神啊，就是用当时的文字了，啊，你们看起来有一点陌生啊，那希望救亡图存。但是我现在要讲到这个五四的时候的这个运动啊，那是100年前，正好我们去年庆祝100周年嘛啊，这100年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我们再看一看两次世界大战。我现在要提到的不是跟你们解释是这个两次世界大战，只要提一个重点，这两次世界大战都让很多人的财富瞬间消失。但战后以后又重建财富，啊，这我就希望大家思考，啊，是不是在困难的时候反而机会来了？怎么样去抓住这个机会？啊，这个我说，特别是讲这二次大战，但是二次大战以外还有内战，俄罗斯的十月革命，啊，把沙皇推翻，那多少难民跑到。中国大陆跑到美国，跑到澳洲，啊，好不识相，这个时候打电话，来，花了你拿去放上去，嗯，好，就是，两次大战，几个重要的内战，西班牙的内战，啊，俄罗斯的这个内战，国共的内战，啊。我们可以提出很多很多这种啊例子，
也是很多人的财富瞬间消失，然后事后又重建财富，对吧？那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给大家，就是怎么样重建财富啊？你要看市场啊，你要看科技啊，你要看营运的模式啊，等等等等。好，然后我讲了这个世界大战，还有危机，还石油危机、金融海啸，那现在是新冠的病毒，对，啊，所以这个过了以后，你们可以思考一下。我常常在以前在不同的课上面，我讲，大家想一想，过去20年有什么营运模式？我想过去20年、现在跟未来20年，大概都是在你们有生之年，啊，有什么营运模式完全消失了？太多了，柯达，对吧？所以我不准备花很多时间，就是你们带回去思考，啊，这叫给你们一些 take home value， OK？ 什么营运模式永远会存在？我常常开玩笑，政客永远会存在，啊，几万年来都一样，对吧？那另外还有什么营运模式会不会消灭？啊，再来就是未来有什么新的营运模式？那这三个你们把它当成一个纪律，一个 discipline， 你们根据这个 discipline 来做思考，因为你们各行各业嘛，你们的专长都在不同的领域，但是我今天要讲的，你任何领域的专长你都可以思考这些问题。好，那个科技的突破，讲到这个百年来变局， DNA 的解密跟人类的这个 DNA 的定序完成，啊，启动了基因工程、电晶体、电脑，以及网际网络带来资讯跟信息的革命，啊，这个细节不必我讲，就都在你们面前，而且还在进步中，啊，那这种变局，会引起怎么样的一些，营运模式的改变？或者给你们拿些灵感，啊，做这个创业。让我讲到创业，并不是要你们离开现在你们的公司，啊，你们现在的公司创业有两种，一种叫全新的创业，一种是在公司里面叫 entrepreneurship， 在公司里面创业，啊，所以你这两种创业都有机会，啊，公司当然希望你碰到一个有创新头脑的老板，啊，然后你把好的 idea 给他 ，OK。那所以这个100年以来的变局啊是很多，我就是啊随手抓来一些大纲啊，让大家能够做一些思考。Okay？ 好，那这个变局里面，我们大概可以看了几个trend，几个重要的趋势。第一个趋势是产业营运模式啊，产业生态、生活的形态。啊，就激素变化。Okay， 我想这在你们身上都在发生中，就是在 Facebook 没有发明以前，你们怎么样交友？啊，在发明以后，你有全新的这个模式来交友。但好还是坏，我不讲。最近我发现有很多缺点，是不是？你不需要的很多什么 garbage， 它也到你这边。你不小心点一点的话，所以这个我太太跟我特助教我，啊，不要乱点，啊。好，这个产业的生态啊，生态当然在改变 ，climate change， 啊，气候的变迁让整个产业的生态，特别是农业，又发生很大的变化。OK， 啊。生活的太阳，啊，刚才那 Facebook 是生活的太阳 ，OK， 啊，一个 lifestyle， 那在前面是产业的营运模式，那各式各样营运模式，啊，那我常常开玩笑，我说有个人用最新的 IT 产业，啊，他开发了一个机器，啊，这机器上面就包含了全世界不同的法式 ，OK， 你只要按那个一个按钮，说要什么的法式。你头伸进去，3分钟拿出来就理好法。
我考你们一下，你会用那个机器的请举手。你们都很聪明，没有人会用，是吧？因为头对你来说很珍贵，你放那个机器里面刮刮什么，心理上就是障碍，是吧？不会用。但是有一个傻瓜，他用这个电脑程式最新的这种，剃毛的设备放在一个机器里面，他一定会破产。啊，虽然他是号称最新的科技。所以你们这样子引申一直去想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好，那另外一个趋势，我一定要跟大家强调的啊，就非常重要的，就是现在正在发生中，啊，资本主义发现，显示出很多缺陷，贫富悬殊啊这些等等啊，然后社会主义极端的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现在啊，只剩下。全世界大概用一个手就可以数出，大概，不超过五个国家还在实行共产主义，啊，所以资本主义有它的缺失，共产主义也很难让人接受，所以这两个在 converge， 啊，它竞合，啊，各自修正，同时造就人类生活环境巨大的变革。那在这里的话，就是说，一个原来是共产主义国家。他要借用很多资本主义的啊，所以你要去研究大陆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经济会发展那么好，啊，那我想就是说他借用了很多资本主义，但他可能会失败，因为他还停留在这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。我现在用个新的名词叫国家资本主义 ，OK， 就是说任何国家任何企业最后的荣耀，最后他。累积的财务还是属于国家的，对。好，你们愿意在那种环境创业吗？这个就是将来的问题了啊。好，然后我们再看这个，这个是将来一定会有很大的变化，还有人文跟社会科学不断的演进，不断的演进呢，人类生存的价值观也一代的被磨练、淬炼。啊，比如说联合国的 SDG 啊，责任投资影响这种名词太多了，啊，现在都是受到大家的重视，啊。好，百年来的变局到这里啊，那我现在很快的就回到我们台湾 ，OK， 我们现在了解一个国际的大情势，回到台湾呢，啊。五四精神里面是讲爱国、进步、民主、科学，啊，那还没有讲出来，就是要摆脱这个传统的封建制度，跟封建思想，跟。那我现在大胆的说，五四精神最完整的呈现是在我们今天的台湾。不同意的请举手。那几乎每一项东西，啊，大陆。没有办法，他们只会讲爱国，啊，那其他的这个元素，啊，在大陆都不存在。OK， 那台湾本身呢，也创造了很多，世界第一啊。我们除了科技以外，还有 lifestyle 的创新，啊，你们在这里，接待过大陆来的学生或者朋友的，请举手。都没有，不可能吧？啊，人如果接触到的话，你会发现他们对台湾的生活方式非常非常这个钦佩，啊，对他们有绝大的吸引力。Okay？ 啊，那比如说完善的这个，这是一个日本人，啊，对不起，这是我的一个日本学生，现在是日本的企业家，他讲。他你知道你们台湾的税制啊，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。我说我有时候交税交得不情不愿，为什么这么厉害？统一发票，统一发票是可以兑奖的。所以在这种前提之下，当然我也知道原来发明那个人他老早已经往生了啊，他叫任宪群，曾经做台湾省财政厅的厅长。已经往生很久了啊，
所以就是说，我们这个统一发票，就是我是举例子了啊。你们如果认同我的这些大纲，你们可以自己也想出一些例子啊。因为讲完以后，思考方面，文字方面不能 copy， 思考方面你们尽量 copy 啊，因为有制裁权的问题。OK， 还有很活泼的这个非盈利事业，展现了民众参与社会及国家发展的热忱啊。我们时代基金副执行长在这边，这就是一个非盈利事业。但是台湾非盈利事业超多的啊，我看过统计数字，但是我现在也忘记了，好像上万，10万多，5万多，还不断的在成立啊。但也有的解散掉，什么都可能。但是这已经变成台湾一个很特殊的氛围啊。我们这个很多累积财富的人，他都愿意投入这个非盈利事业。好，这个再来三次的和平的政党轮替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啊。但是呢，也需要改进了啊。既然我们有民主体制了，是大家重力层层造成的。你不能说要感谢某一个政党是不是？那现在就是说，但是何必像仇人一样一天到晚这个斗呢？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就让大家有个想法，就政党轮替是常态啊。但是如果大家能够创造出一些对台湾有利的共同的议题，那不是更好吗？ OK， 好，这个前面这几点，我接触到的新兴市场国家，啊，对台湾非常佩服，非常希望跟台湾，多来往，这跟建立外交关系毫无关联。OK， 你们都很清楚，我们拿了中华民国护照，我们可以到100多个国家免签证，啊，你们也很清楚，跟我们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，在台湾都有办事处。那平常民间的来往也非常多，所以呢，我们的这个三种转变啊，一个叫三个 transformation 啊，一个是政治的 transformation 啊，一个是经济的 transformation， 还有一个社会的这个 transformation， 这三个 transformation， 我觉得在全球都有市场，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国家，啊，但是我们要靠我们自己的人去发挥。哎，好，讲到这里呢，创新的创业活动的推广，啊，促成了产业推陈出新。Okay， 所以这一点包括 intrapreneurship， 啊，就是在体制内的创新，啊，所以。这个以后你们可以跟那个简副执行长、时代基金简副执行长多多联系，因为我们有很多 program， 啊，说不定对你们都有点意义。如果你们想创业的话 ，OK， 啊，我们国外很多创业集团也每一年也到台湾来两次，啊，都是时代基金主办的，是吧？好，公营事业民营化的经验，我也觉得非常好，不过。非常好以外，有一点小遗憾，啊，当年1990年代，我带了团队，做了两个成功的，但不是我一个人做，那么团队做，还有这社会也整个配合，啊，这国家政策的配合，两个民营化的例子，一个是中华电信，还有一个是银行，但这两个民营化的例子，现在很少人谈，但我觉得应该要谈，因为这民营化的例子说。不但那个国营事业本身把它民营化，而且要把制造放给民间。你们现在看民间的银行做得很好啊，民间的这个电信产业也做得不错啊，是吧？台湾大哥大啦，什么远传啦，什么这些啊，所以这个提供了很好的，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回来啊，而不要在这个
政党轮替之下，他们把每任何一个政党把这些企业当成他们将来的选票机器，然后要插自己的人，啊，这一点我也很坦白说，台湾应该要改，改回那个90年代，那时候我投入很多心血，啊，去促使这个公营事业的民营化。OK， 好，那另外一个发展经验，我觉得非常重要，啊。就特别是我们冯副总啊，他画了很多精神啊，做这几个 diagram， 就是无形资产跟有形资产的重要性区别。结论很简单，无形资产往往价值更大啊。麦当劳的那个品牌，你随便猜猜值多少钱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上百亿美金。那还有一点，我顺便要这里讲一讲，等一下可能还有机会讲讲。就我们的农业，我们的农业现在拿实体的农作物输出，你们觉得是聪明还是笨？笨是吧？实体的农作物输出，台湾现在三个红利都在减少中，人口红利。面积红利，因为有的农地还拿来种电嘛，是不是？市场红利，为什么不把它改变成农业科技的出口？世界上有那么多荒地、空地，那么多人在每天在饥饿的状态，我们怎么想出一个 business model？ 先从自己自身想起。怎么把无形资产做好好的保护啊？不管是专利、商标、植物种苗都可以啊。好，讲到这里的话，我们再看看这几张，这个你们可以都有资料，我今天发给你们资料，你们可以回去仔细看一看，我就不浪费时间啊。那最主要的就是说，无形资产的重要性啊。这里就是说，最左边是叫无形资产啊，那当中是非正式的无形资产，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去登记，但是你要用各种方法来保护啊，包括我们讲的这个营业秘密啊。那我在这里举个例子，你就很容易懂了。可口可乐，它的配方有没有登记专利？没有，超过100年了，这个公司还是非常兴旺，是吧？但是他全世界都有厂，是不是他自己投资？没有，啊，他就是有一套 SOP， 他叫瓶装厂。全世界都有可口可乐，他不可能把一瓶瓶可口可乐说美国的千里迢迢的运气嘛。瓶装厂，台湾也有啊，是台湾人投资的，啊，他那个配方秘密的配方 syrup， 他是卖给你的，然后他叫你掺多少水，打多少二氧化碳，因为他这个 model 100多年了，啊，这个配方没有人知道，很多人要去学，百事可乐学的不像。我可以问你们大家一下，如果你面前有一个百事可乐，一个这个可口可乐，你愿意吃喝百事可乐的请举手。有一位、两位、三位、四位、五位、六位，愿意喝可口可乐的请举手。哇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，啊，十五十六十七。哦，你们刚刚做完 marketing study，OK，okay。 所以呢，从这边就可以看出来无形资产的重要性 ，OK 。那就强调到这里为止。哎，无形资产的重要性，我们这边有很多同仁，有冯志峰，
还有林思立 ，OK， 都可以，还有这个洪敏啊，所以都可以跟他们切磋。我现在想把这个概念在台湾改变，啊，将来是用农业科技出口，我们可以征服全世界。台湾的农业科技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，可以在那么小的地产生那么多的这个新的科技，啊，产生出那么美味的芒果，啊，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开发呢。爱玉子、爱玉冰怎么变成一个全世界流行的一个饮料？是吧？要用脑筋啊！那我一直说，那时候当年我把麦当劳引进到台湾，我现在一直说想把台湾的那个润饼，啊，用这个连锁店经营的模式输出到国外，好像还没有人做。我曾经有一批学生，不过他们自己都在大的公司服务，他们也做了一个报告，但是没有人下海做。是不是啊？那我这个我特别要讲讲啊，春卷在美国在西方都是非常抢手的啊。如果润饼炸一炸是春卷，不炸的话是有点像 taco， 是吧？还有点像法国菜里面的 crepe， 是吧？那这种东西啊，台湾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个连锁店经营？输出到国外，但是要用品牌，因为这个营业秘密很难搞，真是。如果今天已经讲后你们想创业的话，我们的同仁都很乐意跟你们聊一聊。OK， 好，再来就是我们再看一看啊，发展经验，继续讲台湾发展经验。积极发展可以与外国企业策略联盟，以进入新兴市场的产业，啊，比如说我随便讲几个，金融啦、百货啦、物流啦、人才培训啦、人才派遣、医疗、研究服务这些。OK， 我等一下有几个例子，我会等一下会再给你们分享，啊，然后积极参与各类国际组织标案。你知道，现在包括联合国在内，啊，还有很多国家，他们都有很多标案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也有，啊，但这些讯息咱们没有人掌握。不过我也创业失败过，啊，我创业要弄一个网站，啊，就是，即时可以看到全世界国际组织以及国家不同的国家的标案。然后让台湾的这个产业能够看到，啊，结果我败在外贸协会，他说他们可以做，啊，我们就没有 income 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也有失败的例子，但是重要，你失败的时候，你要把原因找出来，原因找出来就是很简单，啊，政府不应该愚民争利。那公司最近关掉了。好，那在这里呢，这个机会还是存在了啊。那政府可以扮角色，它可以协助企业参与国际标案，啊，借此进入这个新兴市场国家偌大的市场。Okay？ 那重新设计以利基为主的全球价值链标准检验认证啊。建立新兴市场的产品规格标准，比如说华人食品，其实我也跟相关农委会的官员或他们现在都退休了谈过好几次，我发现好像没有那个没有那个热忱，但我现在就回到我们民间，如果民间如果能够成立一个华人食品啊的这个认证的标准啊，你们知道电器有这个认证的吗？是不是？食品认证，台湾绝对有条件做，大陆就是最大的市场。啊，
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，啊，我们怎么做呢？啊，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认证啊？那时候农委会有个官员故意欺凌，就说啊，我们的认证就找英国跟欧洲的标准。我说你没有看我的写的 proposal 是华人食品，我就举例子了，臭豆腐啊，豆腐乳、皮蛋，你们在东南亚旅行都会吃到嘛，到大陆也会吃到，但你不知道你吃的那个干不干净啊，好像都没有认证过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将来也可以发展的。好，那这里非常重要一块啊，我最近在推动，我也用问话的方式啊，当你们在台湾听到政府摇了大旗说我们生技产业将来前途很大很大，听到过吧？政府也出了很多钱，把国外专家请来。你知道，严格的讲，生技产业是什么？是发展新药。台湾发展新药何等困难？你就是说研究出来有了 patent， 你还拿美国 FDA 认证，拿认证怎么样呢？你还要摆很多钱进去做广告，建立全球的这个经销系统，台湾有条件吗？所以在这种时候，为什么不跟这个国际的大药厂合作？那我也研究过，台湾的这个研发新药研发成本大概是美国的三分之一。好，在这里呢，我就给了五个题目，但是我用英文讲的话，我叫 Renaissance， Renaissance 是文艺复兴嘛， Renaissance of Healthcare， 因为我这个名字我还用到国外去， okay， 所以开发新药只是其中一个，所以我在这边列出也很简单的说说有一些策略， OK， 一个是关于这个制药产业的策略，一个是医疗器材的策略。医疗器材我们非常好，我们的 IT 产业现在都了解，他们在做笔记型电脑就无利可图，或者非常薄利，他们现在都要进入 healthcare， 就是医疗器材这一块，因为这个叫 digital 这个数位经济的一环，好。那这个我们的利基绝对存在了啊，我们的那个电子业已经在世界上数一数二啊，连 Apple 的这个手机啊，大概有80%几都是台湾装配的，台商装配的，也许在大陆，也在越南，这已经没有关系了，但里面有多少零件零组件是台湾制造的，台湾厂商制造的，所以这些已经是很明显的我们的利基。如果再转到医疗器材，那最近全世界缺少那个叫什么？中文叫做 ventilation， 呼吸器是吧？连福特现在都开始，也造汽车的工人现在都在做 ventilation。那当然疫情可能过去。但是你们就想医疗器材是不断的在推陈出新，大大的机会 ，OK， 那这点台湾绝对有利基。再来医疗服务产业，台湾有利基，但政府的政策完全失败，因为你开诊所、开医院不能用公司组织，我不知道哪根筋不对了。很多人就说是医界大佬，我也不知道哪个大佬，其实我大概知道，不讲了。那医界大佬就是说，做医疗服务不能赚钱，你们相信吗？台湾高收入的族群之一是医生啊。在当年我读台大的时候，漂亮的女孩都要
嫁给医生了，这是最好的保证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是我们政策上的错误。我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，在中国大陆你要开医院的话，绝对要用公司，只准你要用公司。我们台湾为什么差距那么大？还有，你诊所不能组公司的话，你这个诊所如果老一辈的医生走了，他就要解散了。所以因为诊所登记在他的名下，除非他一定要强迫他一个儿子女儿去学医，然后做好安排他们来接这个诊所。但如果是公司组织的话，他还跟资本市场接轨啊，所以这个太简单的道理，我到今天我想也许还是很笨啊，就没有办法说服这个我们医界大佬跟啊，但是你们记在心里啊，这个我们可以在全世界把台湾的医疗水准带出去。我有一天去看我健去做定期的健检，我就看了一个护士，哇，她手脚是利落，我忽然就感触，我说你一个人可以训练2000个护士，是吧？新兴市场国家不管是菲律宾、柬埔寨啊什么的，我们台湾的潜力还没有发挥，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这个。安阳产业也一样，安阳产业也不能组公司。双联养老院这举世闻名啊，他们执行长就说经常有国外的这个访问团访问他们，还希望他们到那边设立一个养老院啊。现在人口老化，养老院非常非常重要，而且不是不可以赚钱，这是好的产业，那你可以分不同的等级嘛，啊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还可以避免婆婆跟媳妇吵架什么这些，所以这个安养照顾业啊，也不能公司化，啊，但这里面如果可以公司化，可以发展出很多不同的营运模式 ，OK。比如说五星级的、四星级的、三星级的、二星级，那在这个大佬们他说大话，他就会说，哦，那穷人怎么办？没有关系啊，你富人的养老院你不必政府出钱了，穷人的你可以政府出钱，这没有不可以解决的事情，就是多懒惰都不愿意去用这脑筋了，就说啊，不能用公司组织。好，还有一个预防医学。那我个人是国光生技，就做疫苗的独立董事，给这是公开资讯啊。现在疫苗的市场来了，但疫苗的这个制造的能力是 based on 啊研发工作啊，现在这个。这个环状什么肺炎，还没有疫苗啊，没有做出来。但是这个产业是需要不断的研究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今年年底又什么奇怪的这个变种的这种病毒出来，明年又怎么样？但至少你们再想想看，哪一些病在台湾或者大部分先进国家已经消失了 ？Malaria。伤寒是吧？几乎已经消失了嘛，对不对？还有麻疹好像还有啊，啊，那 malaria 是那时候开这个巴拿马运河的时候是最严重，多少工人死掉？啊，那还有很多消失的，都是研发的结果。Okay， 所以这些啊，我们能够。互相鼓励了，啊，台湾的利基实在是非常的大，但是我们的营运模式，啊，要在林教授领导之下，啊，怎么样把营运模式在你班上的学生里面，啊，你们可以做更多的讨论，
好，我们再看下面啊，我们的发展经验，我下面一个我就是这样，刚才讲了，我现在讲的更详细，就是我们与其农产品出口，我们没有人口红利，没有面积红利，也没有市场红利，为什么我们不转向到出口农业科技？我到柬埔寨去了好几次，我看到柬埔寨好可怜，他们比台湾大，土地好像也蛮肥沃，因为是亚热带气候还是亚热带还是热带的啊？你查一查那个经纬度嘛，是吧？他们所有的蔬菜水果是进口的。我问从哪里进口？说越南，还有泰国。啊，泰国上离他很近，他们自己不能够生产这个啊高级的水果蔬菜，这是不是台商的机会？那这里我们稍微可以看一看啊，这个推动我们农业发展的这个原动力在哪里？我们从农业，我们必须要想到食物，啊，食物的供应有永续性，能够负担，不是说非常昂贵，有营养和在地参与，啊，所以这个表格呢，就是让你们能够看一看，但是里面有个重要的因素是 climate change， 啊，那我现在正在跟麻省理工学院的合作。建议他们用大数据来研究 climate change， 可以从减少灾害开始，啊，而他们也需要研究的费用，我说找保险公司，那我们需要经济学家来做精算，啊，如果你们去支持这方面的研究，你的赔率会减少，啊，所以很多新的东西开发，那这个 idea 本来麻省理工学院没有想到。是我们台湾的经验给他建议，那我就代表台湾的经验，啊，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啊，你们就看一看啊啊，这个要研究到 technology change 啦，还研究到这个local 上当地啊，台湾有一样东西非常好，我们的香蕉。现在还在出口香蕉，我们老早就应该出口种香蕉的技术到全世界，跟我们的台湾的气候土壤类似的地方，啊，我们也可以投资，是吧？就是我们可以控制那个经销的系统，好像还没有人做。到现在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，好像眼睛一张开就遍地黄金这还是要靠我们努力了啊，所以这个是台湾发展经验的价值啊，我们这个经验呢非常有价值，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。靠近一点是海南岛，海南岛都是台湾农民在那边供应大陆市场顶级的水果，在原则上是不合法的，那农民为了生计他管你的，所以还有过去的政府官员也在那边，啊，那为什么不把它变成一个正式啊走上康庄大道的一个营运模式呢？就叫农业科技的输出，前提是要先保护它的品牌，来开发出一个可行的能够保护到我们自己的这个营运模式，像 Coca-Cola， 你像肥料还有养殖业的这个 feed， 我们就说你一定要跟我买，不告诉他怎么做，不告诉他配方，要动脑筋的话什么方法都可以想出来。好，所以这个台湾发展经验啊，与农产业发展，还有
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啊，台湾的这个社区发展、农村的发展。我现在在泰国、在印尼都做过演讲，说我们要用这个智慧农村啊。好，都市化全球趋势，消费行为持续的改变，外食的比例增高，加工食品的需求比例增高。讲到加工产品，我非常有兴趣，因为加工产品的原料不一定要是本地做的，对吧？你看那个 Starbucks Coffee， 它总部在西雅图，西雅图不产生咖啡的，不生产咖啡的。然后他可以把全世界咖啡豆他采过来，再有一个很好的公司叫雀巢 Nestle， 它是个瑞士的公司。瑞士你们如果知道，瑞士是个山区啊，然后冬天很长啊。那一个瑞士官员跟我讲，他说1829年瑞士是欧洲最穷的国家啊，他说我们精壮、长得端正的男生，唯一的出路是到梵蒂冈去做瑞士做卫兵 ，Swiss Guard， 现在还有这个传统。但瑞士不是只有这500个人或者1000个人，还有很多其他的男生。那其他男生怎么办？就躲在房子里面，冬天刮风啊什么，那个时候还没有电灯，点个蜡烛。做精密的零件，所以瑞士后来就变成钟表王国。你这样想的话，千万不要想台湾没有机会。Nestle 是现在全球的一个大的农产品公司，啊，当年因为瑞士非常穷，啊，年轻妈妈生了小孩没有食物，足够的食物吃，所以也没有足够的奶水去喂这个小孩，所以他们就看到牛在吃草，吃完草以后就有牛奶做，他就把牛奶 process 成叫 infant milk。 你看一个瑞士穷乡僻壤的一个公司，他现在有全球最大的食品加工厂之一。台湾有没有条件做这个？我有点老了，但是我想绝对有条件，就是要靠你们了，是不是？靠你们怎么动这个脑筋，还要靠老师，这些也是非常好的机会啊。我们再看，教育研发产业，我也觉得，这个，我坦白说啊，我曾经做过行政院组织改造委员的委员，有一次开会。我有点半生气，我说教育部应该撤裁掉，真的这样。后来那个，所以另外一位教授，他是他那个徐什么啊，也是台大的教授，也是比我大几岁，很有名的管理学院的，以前做过台大商学院院长啊，许世军。徐世军后来到处讲，他说啊，你看小布兄他在外面讲教育部要撤裁掉。我说对啊，我说半开玩笑，但我今天不是半开玩笑，今天我是 I'm serious。 我认为教育部你跟任何一个学校讲，不但对学校没有帮助，是在后面扯后腿。但是台湾教育水准好不好？当然好啊，我们有这个林教授在这里，怎么会不好？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教育到新兴市场国家的很多的训练人，包括那个医院的一个护士，他就可以训练护士长，他就可以训练2000个护士，2000我随便讲的啊。他如果去开班的话，他也可以训练2000个护士一个人，他有他很多的 SOP。 好，那我们这个教育研发产业，研发产业当然也大概，研发有很多种，但是我说新药的研发可以跟外国的这个大药厂
尽早做连结。我们对未来发展的期许啊，这边是有形资产，哦，对不起，这边是有形资产，这边是无形资产 ，OK。那我们的同仁冯志峰他就算过，他说无形资产的价值比有形资产要高的很多很多，而且可以卖很多次。啊，有形资产呢？那这就说啊，你有一个大楼是有形资产，你有车辆、机器设备有形资产，你有股票，股票是有形资产啊，你有 cash， 但这里都是无形资产。我们为什么不从这一块来发挥？啊，好，那我曾经做一个梦。就是如果这个梦变成你们的梦，我会高兴的这个雀跃三丈。我就希望你们这就是说，好，我们如果定个目标说2040年到2050年 OK， 台湾变成新兴市场国家的引领者，我用引领是有意思，说领导的话好像有点看不起人家。我们怎么把生活的风格，我们变成我们自己也要发展了，不是说现在就可以啊。我们变成新一代的生活的风格的先驱者，我们变成软性经济的创造者，就是 business model 营运模式。我们变成产业技术的领导者，比如说农业技术，还有很多其他的技术。我们用全球资源的整合者，台湾已经在做了。我们整合了全球的资源，我们做了很多产品，台湾没有原料的，我们石化工业我们的没有原料的，我们原油是进口的，但我们可以变成很多化学的产品啊，统称为石化工业、okay。 那标准制定者，就我刚才讲这个亚洲食品的这个标准啊，变成那个食品的 UL，然后有序经营的实行者、okay。 那我为什么写2040、2050？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准备工作还不够，现在就是要靠你们了啊，先把它准备好，那等这一天到来，你们真的全球可以发挥、okay。 好，那最后一章呢，我决定还是摆进去，但是我有点感慨，啊，就过去20年到30年，我个人结合了很多同道，啊，包括那个萧万长在里面 ，OK， 我们推动了很多新的 idea， 新的想法或者新的政策，但是都没有实现。啊，第一个是亚太营运中心。你们有兴趣可以看看那个网站，啊，亚太营中心内容到底是怎么样 ？OK， 那第一个报告是我跟薛琦结合了一个团队，我们来研究做的报告。OK， 好，再来就是错失良机的非银行金融服务业，比如说融资公司。非银行金融服务业，我的定义很简单。第一个，不收大众存款；第二个，不卖金融产品给大众；第三，不向保险公司向大众收费，没有大众，由自有的资金再加上银行的贷款，啊，所以那时候推动叫融资公司，融资公司法的草案还在我办公室里面。然后后来政府为什么推动不出来？也没有人反对啊。但是主管机关搞不定，到底是经济部还是金管会，就不做了。你看看今天大陆支付宝什么这些，通通是非银行金融服务业。最近他们要推出叫 digital currency， 但我不敢预测会成功还不会成功。但是很多国家
进出的印钞票，我总觉得还是不太对嘛，是不是？像以前军阀格局这个中国大陆军阀就是说，第一个人就是很土的军阀，啊，他这个很有意思啊，我买个机器印钞票，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再看，有几个值得我们参考的，大胆创新的叫试点计划。如果你们问我，为什么在共产制度之下，他们最近经济发展那么快？啊，因为他在政策上面，因为他不懂，他也不重视法治，所以他就定了一个叫试点计划，英文我们叫做 pilot project， 就是还没有政策，还没有法令，我就姑且让你做一做，做了以后再定法规。台湾不行啊，这我也不知道怎么改，台湾一定要有法规的配合。我当年在台湾推这个像釜湾啊，你们有福特汽车的话，那到釜湾去买的，我推他的这个 model， 第一个是我是他的法律顾问，第一个是走到这个财政部，那时候的部长那有孤影其名，我就说这个计划很好，这个计划可以让一个生产事业它能够 spin off 出来一个融资的公司或者租赁的公司啊，所以他如果生产事业做分期付款的话，他的 account receivable 会很难看，所以他就没办法成长，银行也不借钱给他。如果把它切割出来啊，他这个没有 account receivable， 生产事业没有 account receivable， 把这些工作都转嫁给另外一个模式的公司啊，叫做分期付款公司。那后来我就想到这个非银行金融是服务业就是这样子的啊，那时候财政部说查无法令，不过我还好，我那个时候就虽然年轻还是蛮 innovate， 我后来就研究的结果就是说根本不要走财政部，就到经济部设立一个进出口公司，就是进出口公司做分期付款。我可以啊，我东西卖给你，我说我慢慢收款，谁管得了我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租赁跟分期付款产业都不是在监管会。我们这行有一位做统一租赁的，有没有在场？是不是啊？经济部就够了嘛。那我后来一气之下，我到大陆设了一个这个融资租赁公司，啊，还好没有赔钱。不过现在我把它接手，我觉得大陆的银行根本看不起中小企业，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啊。我们要以后要研究大陆的这个整个社会经济的结构，我们可以再谈。Okay. 好，试点计划啊，再来，农业技术全球化，这刚才讲过了，我就不再重复了啊。潜力无限的健康医疗产业，英文千万不要说生技，说 healthcare。大破大立的教育制度，这个我就留给林教授以后跟你们讲，教育要怎么改革。啊，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，下面的时间不是说鸟兽散，下面时间给你们问问题。